校，欢迎露露。开心合体，露露接下一支节目《燃烧吧大脑君》主持棒，外景主持人就是首度合体的男友阿达。刚刚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最早的时候呢，是我一开始是大学生的嘛，然后是当学生，然后那时候是我坐公车，然后转捷运。露露，露露，拜托你了，露露，别告诉我，先救救我。大咖艺人录影片祝贺，节目内容具创意，结合棚内问答及街头实验。记者会上，两人还互送见面礼。他真的是他的帽子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帽子主要哈也是没有买到别的花色啦。哎呀，好一点南方遮阳，意外变成戴绿帽，逗乐大家。不过前女主持也带来更多话题，也说了我里面会有鲜肉啊，他外面会继续找一些可能辣妹什么，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。耶。斗嘴一搭一唱，阿达笑称主持方式像是男主外女主内，新节目新气象，情侣档主持益智节目，就看能不能蹦出火花，冲出高手势。记者詹豪成、林玉涵台北报道。